现在帮大家准备一个即时的互动白板哦。哎呦，已经有人来了呢。母咪是谁啊？还有人画画了哈、哦。来，你看一下在这里，就是你到我们的这个一进来之后呢，在下面这边有没有一个即时的互动白板？好、哦，你点下去就会看到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各位手上拿到的心智图讲义，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。在这地方也可以看得到哈。那再来呢，研习之后呢，会有一个问卷要麻烦各位填的，也已经写在这里了，啊，已经写在这里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这个互动白板怎么用。那我怎么知道有哪些人进来？你看在右上角这里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些人进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是只有这些人哦，这里还有人呢。这样有看到了吼，就是这么多人啊。那如果你有登录 Google 账号的话，会跟我这里一样，你会知道我是谁。如果你没有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，你每个都是匿名的啦，看是冉熙啦，还是麋鹿，有无？鸬鹚，花豹浣熊，所以那个颜色就是它。你看这个是鸬鹚，这是谁？点到它，它就知道了。这样会的吗？那你进来之后有几种方法？第一种就像这些同学一样，你可以用什么？用文字框的，这个大家都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问题。第二种，如果你觉得啊，我打字比较慢，比较喜欢画画的，在这个地方，你看上面这里，这里这个三角形，你把它按一下，有没有？这个三角形哈，你可以按一下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叫涂鸦，你们画面会有一点点 delay， 好，会有点 delay 哈，但是应该还在可接受范围，因为我们今天影片不会播很多，好，所以大致上应该是 OK 啊。所以你如果要用涂鸦的，你可以换这边，好，就可以涂进去。如果别人挡到你了，怎么办？你就绕旁边嘛。那万一你就是要这个位置，你可以跟把它移开一点，这样 OK 吗？你也可以把人家自己开，好吗？所以。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就是我们研习的过程里面有任何问题，你就打在这里，我就会看到了。啊，如果这种没有建设性的哈，我就没有回答了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没问题的哈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白板就留给大家咯。啊，如果真的已经满了，我会把白板擦掉。没有啦，我会把白板放大一点，然后让你够写，好不好？